韩国新生代演员崔昌义来台拍过许多广告，曾与王一仁一起合作过。3月19日，他以一身古装造型现身大卖场，化身现代版的徐福，为瓶装水代言，也让他对台湾女生印象特别好。我以前，王一仁合作过，我跟他一起拍广告。拍过广告，那未来还会有这样的机会，你会愿意接受吗？是跟台湾的女艺人哦，跟这个韩国女艺人比起来哦，你自己感觉相就是合作下差别在哪里？比在哪里？不一样，对，工作上吗？还是工作上？工作上的话，工作上的话，台湾的艺人比较温柔亲切，所以我跟他合作很感觉很舒服啊，感觉很舒服啊。曾经来台当模特学习中文一年的崔昌义，上次是用学生的身份来到台湾，很高兴这次可以来到代言。他也透露，未来演艺计划会朝更多元的演艺方向前进。以前在台湾学了一年的中文。一边学中文，跟一边做模特。未来的计划就是应该都有吧，都有，还是都有。也是跟模特，我喜欢的，我要继续做。